从啊从啊，来了吗？这不就。大家好，我是 Tony 啊，我现在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，今天随便钓一下呢，让你知道这在塔州的话，海钓是多么的乏味无趣。现在我就在最重要的标点之一啊，塔州的大桥下面，随便来两杆，看看现在在塔州大桥下这个季节是什么效果。随便一丢啊，就歘。歘啊歘啊，来了吗？这不就来了吗，兄弟？这不就来了吗？来吧，宝贝儿，哟吼！哎呦我去，你还有点实力呢啊！你是哪位呀？这么狂，这么狂吗？你这么狂吗？啊？哎，哎。来吧，哟，这你还不小呢？我说怎么那么屌？这是塔州最多的鱼啊，叫 Australian Salmon， 澳大利亚三文鱼。但是它跟传统意义的三文鱼一点都不沾边啊，用的是国产的那个鸭羽的留守刀，这小铁板真好用。这条大概有30多，将近小40吧。哎呀，大澳三四十，再见。看这炸水，看这炸水，就是炸，就是炸，咔咔就是炸。那鱼你就钓不完，钓到就是你吃都不想吃，哎，钓着了立马就放，过把手瘾，挺不错的。来吧，宝贝儿，你过来嘛，你往哪儿跑？哎呦我去，小样，紧点刹车吧。哎呀，哎呀，有点狂，有点狂。哎，跟谁俩呢？我这刹车是有点松，有点狂。哎呦我去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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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我磨我线。你敢摸我线？我起来吧你！我每一条都好大呀！哎，行了，好，你消停点，消停点，马上换你走啊！去吧，宝贝儿。无限连，这可行，这可行，这可行，这可得劲儿！哎呀，哎呀，这得劲儿吗？这也太得劲儿了，这太得劲儿了，兄弟！起！我这全是大个体呀、啊！全是大个体，个体还不错，差不多将近40。来吧，来吧，哎呀，哎呀，再见！哎呀，可以的，兄弟，起！不是40加，掐住嘴儿，再见。
哇，这只这么小，这只这么小，你也敢咬？你对得起啊？也还行，也还行。再见。哎呦我，这条是真的小。这是沙马鲛鱼。哎呀，别动了！小马鲛鱼，电动小马达，电动小马达，哎，别动！你也放，哎，你也回，都回。慢收，来吧你宝仔，解钩，一掐，再见。哦，结束战斗了啊，不钓了，没意思。哎呀，塔州的海边钓鱼就这样，枯燥乏味且无趣，而且还有点累啊。好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